Mmm. Yeah. 百一十五页，五一五，15,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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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百一十五页，《楞严经》讲义，心二阿难明心深信。我们呢，七大讲完了，接着另一个段落，这阿难呢、啊、明心深信，后来啊，就说这个句颂。 啊！句颂，妙赞总持不动尊，所能阎王是稀有。这个后面就说句颂赞佛，到最后呢，佛的讲三如来藏，空如来藏，表示一切本体平等。啊，不空如来藏，表示不坏缘起法。啊，那么空不空如来藏。 法法皆是中道，空跟有是一种名词啊。那么空不空，既现实又超越，既超越又现实，同时存在的东西啊，就是空不空。如来藏，五一五经文，尔时阿难及诸大众。 猛佛如来微妙开示，是二十，就是破妄显真已尽之时。啊、呃，破妄显真已尽，这个时候，阿难，即诸大众，猛佛如来啊，微妙开示。为什么叫微妙呢？因为这个义力很深，很引为不容易啊。 为一般众生所发现，是深入的在讲到这个究竟的如来藏性，啊，所以它叫做微妙的开示。说此揭谛经家叙述阿难，悟明本有真心，发起大圣正性，先续成事，啊，先呢讲描述。 啊，说成佛的开示叫做成事，以为开悟之大本也。二十乃是如来破妄显真以静之时，微则隐微，昔日群中未曾显说。六世是生死根本，根性是涅盘正因。这个六世表示根。 成和合的妄心，总归就是生灭意识心。这个生灭的意识心，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执着的。不管你用各个层面的知识层面，都离不开四心。这个是世间所有的啊，分别跟执着，也变成一种学问、文化、传统。所有的生命化作一定的执着跟分别，而在。 运用这些执着跟分别，变成所有生命的全部。那么这个就是六世的生死根本。那么邪佛不是这样，运用根性，根性是不生不灭的根性，是涅槃的正因。所以你这个修行啊，下手下手处要对，下手处就是根性，就是不生不灭的根性。那么在这里用一个简单的。 就是令心无所增减是名修行，这个就是成佛的因。你一定要让你的心没有任何东西增加，也绝对没有东西减少。法本不增，法也本来没有减少，再胜也不增，再繁也是不减的。这个心性修行就是涅盘的正因，是妙则奥妙。今日实教广谈了矣。 什么叫了意，就就近意，我们是一字里面啊，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所以这个《楞严经》它是了意教，就是就近教，是直知生灭，身中有佛性，一切诸法是真如。为什么一切诸法是真如？ 那就用真心，一切法皆如，用如如不动的心性，无法不如此。即上面三千之微妙开示，正脉云，通成破妄显真科中，通成啊，就是依据全面啊的破妄显真科中，诸文为言，为就是有。 啊，这些文章啊有这么说呀、啊，种种的啊，破妄显真的”的这些啊语言，良以此大开解啊，良以就是阴池因此，因此良以借着这个因缘，因此的大开啊言解，就是见性啊，功夫非尽了、啊，非尽就是深远了，功夫变得深远了，今当从前。 错其大要，啊，错就是取啊，他的纲领啊，令之微妙之时，破妄心有三，以七破，以密事无处，七啊就是七次，破啊以密事什么无处呢？妄心无处。为什么讲妄心无处呢？因为它是静引起的执着心。 静引起的分别心，静引起的颠倒心，无论是执着、分别、颠倒，统称为四心。啊，统称为四心。那这个四心阴静跟圆静所产生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来跟去处，它只是清净自性晃动所产生的刹那生灭心，没有实体可得，啊。 二，崇真以显和非心，啊，就是妄事非心。妄事不是我们的真心，因为妄事它是没有实体性的。第三，众多以绝止无体，众多就是彻底的教你、啊、除掉，以绝就是决定决定这个事心，指出就指就指出，指出这个事心是没有体性的。 世心没有体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依靠。啊，你讲世心有还是没有都都不对。你说有的话，它没有实体；说无的话，它又了别。所以这里面含有必须讲世心无体，可是真心是有体性的。意思就是，我们般若的妙性，这个涅盘妙性，它是有体性的。有体性就是确实存在的，无量义劫是存在的。 而这个四心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增、刹那减、刹那有、刹那无，断断续续啊！哎，白天就分别啊执着，晚上就暂时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但是还是继续作用，因为有独头意识。可是这些作用其实都是空，为什么？四心无体性啊？是众多以结止无体，这个要彻底的夺处，来决定告诉你。 四心无体，所以这个无体，呃，加两个字更清楚，叫四心无体，是所以破妄心者，啊，极为细而进精妙矣，啊，在这里你就会了解，一切众生都不离四心，稍微修行就会炫耀，就落入四心；稍微行善就执着，就是意识心；稍微拜两三句佛就呃执着，就变成意识心。 念佛有所感应哦，就大大的夸夸耀其词，这个就是意识心。来讲堂发个心嘛，哎，就好像觉得别人都不如我，哎、啊，这个就是意识心。只要你有所住，通通是意识心。啊，为什么虚空并没有，从来没有称扬自己，虚空从来没有执着，都是平等这样的过日子，哎、啊。 就法性本来就空，我们要了解了悟这层道理，就了解四心无体，而真心是有体性的。显真心文中也有三一四见等啊，见等就是见根本，就表示见闻觉知、见经啊、闻经啊、嗅经、尝经、触觉经啊，就是还有。 觉知经就是见闻觉知这些六根的根性来找哦，带少分的妄叫做见经啊，破除的执着哎，妄除了哎，竟然是见性哎，所以没有妄心，妄了悟，妄心当体即空就见性，不离本处即得菩提，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修行不是用追的，是用悟的当下，回归当下。如果你用追，的，本性是什么？那就叫做意识性，你永远揣揣测不到那个是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克就根性，直指其实体，啊，实体就是离尘有实体性，叫离开了这个啊。 根尘所缘起的这些六根六六、六尘、六是世心无体，可是根性是有体性的。为什么根性是有体性的？要不然我们依靠什么修行啊？世心无体性，我们依靠什么修行？成佛是什么？成佛就是从根性开发以后，了解这个佛性是有实体性的。 意思就不若智慧，它是一直存在的，它不是希望的。涅盘妙性是实在的，可是实在是没有形象的。啊，底下二四因等，因就是五因、六入、色触、十八界等等，而广荣诸相以名其一体。三是地等，就是地大。 地水火风空等等啊，就地等就是七大地水火风空见事，而极显圆融，以彰其前提，是所以显真心者，以可谓极为细而进精妙矣。五百一十六，叙述开悟，啊，身心荡然，得无挂碍。 世诸大众，个个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业物。所以这个时候啊，悟道以后啊，就开见道之眼，就身心荡然了，得无挂碍，心无挂碍了。啊，我们有挂碍就烦恼了。世诸大众啊，个个自知心遍十方，无所障碍，见十方空。 卢关手中所持的业物，这个业物啊，当时候的业就是背业呀、啊。说、so, 阿难开悟啊，即是以开见道之言。至第一卷，阿难认识唯心三迷被破，遂即使妄求真呢、啊，使这个妄心妄事啊，求这个真心。 求如来未发妙明心，未开道眼。如来即为只见是心，啊！显见不动，显见不灭，显见不失，显见无缓，显见不杂，显见性无碍，显见性不分，显见超情，显见离见，经历了十番，可谓发妙明心。 而自微细矣，更微会四科，全世机理融七大，前相皆信。普融万法，可谓发妙明心而极奥妙矣。由是阿难明心生信，顿开道言，故有此物。身心荡然，无怪者，当以二意视之：一。 达妄本空，所有的妄事其实本来就空，因为它没有实体性的。啊，正因为世心是妄，所以我们有一念可以成佛。世心如果是真实，那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那生生世世永远在妄当中啊。所以，因为达这个妄事本来就空，唯存真实心、真心，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佛。只要你发现那个妄。 同时不铸造，那个当下就是你的真心，所以开采真心的事，真心的人，不自卑，啊，也不高傲，也不夸耀，哎，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这样子，可以铸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炫耀，因为法法本空，也没有东西可以自卑。 因为法法本空，也没有高下；因为是法平等，没有高下。这个就是心性，所以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在指什么？是指见性人的心性。当你见到佛性的时候，动物、植物、矿物全部都平等，内四大、外四大全部都平等，有相、无相全部都平等，四心化作四性。 执着化作坚固的道心，分别化作平等的心性，颠倒化作正念，通通在当下，不离本处。修行不能用找的，用悟的，悟即得，不悟不得。系在迷时妄认四大假合为自身相。 底下六尘原因为自心相，这个就是悲哀。把这个身呢、啊，四大假合的身误认为自己，没有一个人不执着。只要你没有听到佛法，包括外道，这个身见是除不掉的。有了这个身见的身相啊，身相就引发痛苦啊。你的我执就不会停止啊。六尘原因为自心相。 啊，根根对尘所产生的眼视、耳是鼻视、舌视、身视，这个五尘落下来的影子，由一根攀岩这个法尘，就认为，哎，这个就是可言之相。智心相的意思是什么？就误认为那些啊烦恼、执着、分别的影像是你的真心，就是你平常在运用的心。哎，记得。 起贪心的时候，记得这个不是你的真心，你的真心是无贪的。当你起嗔恨心的时候，记得告诉自己，这个不是我们的真心，这个是妄心。哎，这个是妄心，乃为六根所局，六根局就是限制住啊，限制住。为什么生命观看不出去，宇宙观放射不出去，我们的生命就完全居住。 拘束在我执、法执的小范围里面，而就这样过一生，就这样过一生。六世所固，六种分别心啊，固就是树全部都树在里面。哎、啊，皆成挂碍，皆成挂碍。仅只了达生，妄身妄心，本质空寂。 荡然如大水飘荡无存，故得无碍解脱自在也。二知真本有，知道这个真心本来就具足的，叫做知真本具啊。诸位，修行佛道，它就是重点就出来了。达望本空，知真本具，妄心本来就空，所以你只要动到执着的念头，你就是修行错误。 当你很用功的时候，你说“哇，现在很有修行”，这个念头就错。的对法上的执着啊。第二，自真本具，系在迷失将本有法性身呢，妙明心呢、啊，埋没于尘劳烦恼之中啊，幻妄身心之内，令呃今者知法身清净。 骗一切处，则身荡然；妙心圆明，骗周法界，则心荡然，无形无相，荡然宽阔，阔就是大，得无挂碍，得大受用。诸位，小心言呢、啊、就不受用，大心则大用。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师父一直告诉你，尽管度量放大，上苍会两倍福报奉还给你的。 胸量放大，绝不会吃亏的。也许你现在哎，好像有点吃亏啊！我今天呢、啊，做了几个钟头，对不对？呃，领一样的薪水啊。这个人、哎、做几个钟头也是做的比我少，也是领这样的薪水，内心愤愤不平。有一个有一个男男孩子很善良很乖，大家都说他很笨。 这工作啊，八个钟头以后啊，他继续工作。大家都下班了，他觉得我应该完成的事情，我应该把它工作完。就领一样的薪水，他继续在加班。这加班大家都说他笨，哎呀，他说老板也没有给你薪水啊。他说，哎呀，我多多学习呀、啊，以笨，他还有自己的哲学呀、啊，很认真的。结果这个老板呐、啊，老板娘啊，非常的欣赏。 就把这个技术啊，传给他，传给他。后来呢，呃，这个老板呢、啊，还有老板娘、啊，因为没有生，没有生，结果、啊、经过了二十年了、啊，他还是这样子认真啊，因为他也不计较这个薪水。后来啊，他这个都没有生，哎，有一天突然，两个夫妻呀、啊，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先生呢、啊，检查癌症。 啊，那这个老婆啊，又认为说他没有能力办处理这个工厂的事情，哎，后来就请他起来当厂长，全部负责。二十年来，他就是没有任何的怨恨，没有怨恨的抱怨，没有任何的计较。哎，最笨的人，结果升到厂长。后来啊，他这个老婆也快死掉，经过了十年，这个老婆也快死掉了，就我财产通通给你。” 通通给你，因为没有儿子啊，除了缴税以外啊，你看，供男女我供货啊，不是每一个人都碰到这种姻缘，但是这个世间呢、啊，还是要诚恳、老实的人，没有牢骚，没有抱怨啊，听者为良啊，点点者为良啊，能够修忍路，不怕吃亏的人。 也不计较的人，这个人路走得很长远。渐渐的，人家就会私下很赞叹你，啊、哦，很信任、信得过你。所以啊，修行贵乎实践，就是这样。我举这个例子，这个跟修行一样。你今天呢、啊，默默的这样修行，拜佛念佛，不夸张，不比较，哎，这样正式的听经文法。 诸位，佛菩萨正会器重你，会加倍你。哎、啊，世间人看起来，哎，你好像受尽的委屈、吃亏。哎、啊，错了，佛菩萨正在加倍你。哎、啊，那些往生极乐世界的，绝对不会是贪小便宜的人，绝对不会是一天整天伤害别人的人。佛来接引这些人，绝对不会。 啊，而这些人对净土也不会有信心。哎，佛接的都是那些肯吃亏的人，肯吃苦的人，肯受尽委屈的人，埋头苦干的人。佛欣赏的是这个，因为,为什么？它符合佛的教义嘛。以下为七，17, 是诸大众各个自知心片十方者，以及猛如来微妙开示，不独当机。 发难得物，是诸同门大众亦多，各个自知，自知即悟也。其中大众，未有浅深不同，悟有解证不同。所悟为何？乃悟真心遍满十方，包含万法。教之昔日任妄事心，妄事任事为心，就任妄事为心。执心一定在身内，不知道这个心并没有内外。凡说相。 都是如来藏心所显现出来的假象。《舍妄求真文》里面说：“不知极常心性，极常就是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啊，不识柯中云，不知色身外及山河虚空大地显示妙明真心中物。”我再解释更清楚，诸位，不知色身外及山河大。 山河大地、虚空大地，皆是什么？皆是一合相。一合相，大的一合相，小的一合相，只要一合相，一个颗粒围成也是一合相。杯子是一合相，对不对？呃，然后一朵花是一合相，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没有一样不是一合相，只是大象小象而已。大象小象通通是飞象，通通是星星，星星当中的真心物，妙明真心中物。 不杂科中，则曰：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不分科中又，又谓茫然不知是一时中，是一宗时这四科总标，我说：啊，书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这这句话重点在哪？重点在生灭去来，本不可得，当体即空。生者无生，灭者不灭，去者失不去。 来者亦不来，没有生灭去来，荡体即空，全是如来藏性，就是永恒。所以佛陀真正的得到永恒的法身慧命，就是佛啊。而秦始皇找错了，秦始皇派人要去找这个没有不会死的这个仙药妙药，秦始皇找错了。 佛陀找对了，秦始皇找相，那个药丸，不死药。秦始皇找错了，认为服用某一种药可以让你长生不老，不老长生。秦始皇找错了，佛陀找对了，佛陀找心性，所以只要有相，没有一样不会败坏的，只有如如不动的心性，是我们所有的依归。 自一子，法一子，莫一一子，自一子是什么？自己依靠自己的心性。法一子，依靠佛陀所讲的正法。莫一一子，千万不要依靠其他的，谁都靠不住，因为哪里都是生灭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的故乡。用这个心念佛，没有烦恼听念佛，马上进入三昧，信念行具足。 即心就是佛，师傅已经强调过了。对心性不了悟的人，要念到一心不乱很难。不了解佛的心性的人，对净土法门也很难理解的。讲东西就矛盾，讲西矛东就矛盾，讲南北不通，讲北的，啊、呃、南不南南边不行，东南西北讲来讲去都是矛盾。为什么相说啊？ 此皆不自知也。今闻是科前世及离，七大前相皆性，到此云散月明啊，瓜熟蒂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心片十方，见十方虚空，乃一报世界之最大者。在真心中，如观手中所持业物，此则观大同小也。为什么？念本身并没有大小。诸位，观就是念头。 哎，你观大不是那个念头吗？观小不是那个念头吗？大是心性的大小是心性的小。诸位，请问你有大小吗？师父已经讲了：东边不做东边解，西边不做西边解。东方是指心性的东方，西方是指心性的西方。在这里更强调：大是心性的大小是心性的小，大小是相，心性并没有大小。若物此，万法都是平等。 业即被业，物如阿摩罗果，啊，阿摩罗果。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原心。此物万法唯心，妙明原心即如来藏心，一切包括至此。世间及情、气二世间，身心世界是也。 此皆零啊，零就是依据上面显见科当中第四显见不思文里面有讲色心诸缘即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这前面都讲过了，又零就是又依据第八显见不分科当中啊，这么说？ 是见及缘，就是见啊，以及见所缘，就是身心世界咯。啊，这个能见的见性及外在所缘的身心世界，原是菩提妙境明体呀、啊。只是你妄动，妄动就变成无明；不妄，真心就显。有领阴等四科，就阴入处界啊，四科。 皆即如来藏性而成此物，至此时则刺破妄心，显示真心之子方以吉灵。哎、啊，更不在任元辰分别为心啊！方以吉灵，就是就近处啊，也可以领当作有，当作物啊。 这心经片圆含果十方，就是真心啊啊啊这心真心的这个心经啊，怎么样周片圆满啊？含果十方，意思就是一切时空尽在真心了、啊。所以一切万法都是佛法，为什么一切万法都是真心所现的？如果。 没有开悟，那一切万法都是世心所现。世心所现就是妄，妄其空就是真。所以为什么刚学佛的时候就是看山是山，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为什么这个时候就站在相的角度、世心的角度来讲？学佛啊，刚学佛的时候啊。哦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学佛一阵子以后，了悟啊，哎，本体是空的，会发现法法本空，会发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为为什么见山不是山？山本空啊，水也是空啊。哎，啊，悟到就近处的时候，嗯。 见山还是山啊，见水还是水？为什么这时候真心显现出来了？见山是真心显现出来的山，山本来空，空就是我的真心；见水，水也是空，空就是我的真心。就就是这样，哎、啊，所以学佛知道说，哦，这三段原来是讲这个。 此物心包万法相，向则勿认妄想为真心，或在色身之内，身在气气,气，器界当中，界在空中，重重含果。遣真任妄，遣啊疑真疑真任妄，以这个真心任这个妄心，迷己为物啊，这个字、啊、打错了，迷己为物啊，不知唯心呢，成无超越。 啊，把这个色身呐、啊，当做啊，妄认这个四大啊，这个就是我，这个物就是我了，嗯，这个四大构成的这个色身就是我了。不知道他是唯心呐、啊？前无超无越，今者圆悟真心呐、啊？唯精唯一唯是一真法界，纯一无杂啊，周遍圆满。这个一真法界就是什么？就是绝对的真心呐、啊！ 绝对的心性啊，诸位没有能所的境界就是绝对啊。有言就有能说，有能说所说嘛；有相就有能说嘛，能言所言嘛；有讨论的东东西，它就有能讨论所讨论的嘛。所以一切世间的学者不能离开能所，就不可能悟到真心。唯是一真法界，纯一无杂，周遍圆满。 故曰：古心经片言，含容万法，包裹十方，无往而、哦、非常住真心的、啊。无往是指时间，往就是问我们现在名词叫做一时一刻，没有一时一刻，不是我们常住真心。无处这个是指空间，啊，没有一个空间，哪里不是你的性境明体？ 此则转小成大也。哎，就是、说诸位，为什么讲转？而在没有悟的时候才这样讲啊？悟的时候啊，大跟小都是一样的。那大跟小一样有什么好处？那就身上你只有小小的钱、少少的钱，你虽然还是碌碌不动啊，穷，但是穷得很知足啊，很快乐，也不贪也不偷也不抢，没有什么罪过啊。 诸位，贫穷不是什么罪过啊！啊，如果说如果真正贫穷的是什么？很有钱仍然贪得无厌，这个人穷，他就会做出不是你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有时候会惹上杀身之之祸。一个人呢、啊，啊，拥有已经很多的财富了，还是继续追求贪心不止，你的你的灾难就会到。 所以，很有钱的人应当观知足啊！我布施够了，生活也够了，这个日子就很好过啊。大悟的人没有，我们现在很自在啊！我师傅重新从一直在强调：我有多少钱，我有多少能力做多少工作，做多少工作，哎、啊，底下啊，五一八。 最后一行，反观父母所生之身，有比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围城，若存若亡。这此物正报法身啊！啊，向着妄认四大假合以为真真身呢、啊，亦复任物为己，六根各举，世之之爱，处在虚空之中啊，不能超越。哎、啊，实质就是我们呢。 啊，双手双脚咯。啊，处在空气啊，空界当中啊，不能超越。今则无名本有法身呢、啊，虚阔旷荡，旷荡就是空旷啊，哎，没有界限了、啊，犹若太虚。哇，我们开采出这个佛性出来啊，真是好啊，真是好啊！为什么？ 哇！净虚空界、骗法界，竟然都是我们的心性，那通通是我们的财产了、啊。只要你用智智慧啊，没有一样不是你的财产了、啊。反观父母所生血肉之身，这一定会败坏的，一定会烂的，高不过七尺，对不对？七尺还算高了，是不是啊？我们哪有七尺啊？寿不上百年啊，总属幻妄不实，诸位。 今天你活着，明天就有可能死亡。生命它就像朝露一样的快速的、哦，啊！一谈到唐朝，哇，唐太宗，哎，你看，离我们一千多年了；再谈到明朝，明成祖，哇，你看，离开我们四五百年，哎，再来一谈到康熙、雍正，啊，乾隆，你看，离我们。 至少两百年，再来接近我们慈禧太后，离我们明初到现在一百多年，这样子想想看，历史人物通通是灰烬啊！你到底能够想活多久？所以想活很久的人其实是妄想啊！朝闻道，夕死可以，这个儒家讲的。 佛教讲的也是一样，只要你这今天听到道，明天就走，没有遗憾的。活着它就是一辈子啊！世间人追求一种东西，他就是要追求一辈子啊！年轻人，一个感情你都爱不瓦过，一个感情就好，一个欲望，男女的欲望，一个感情，一个欲望，就两件事情。这个年轻人呢、啊，至少要困扰二十年。 困扰，一直都变为出来。一个感情，这个丝线拉住的丝线，这个欲望啊！你叫年轻人断了男女，你开什么玩笑啊？一一直想要修行，当他听到佛法，想要修行，就这个欲望一爱慕离在当，慢慢慢慢看开了，慢慢慢慢慢慢看开，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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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所以。 在座诸位很恭喜，好不容易活到五六十岁了，这个感情跟欲望都看得开了。你看，现在正是时候了，现在正是时候了。诸位再不用功，你看五十 double 一百，OK，买买。没显被修行了，所以诸位，我看你们这个年龄、那个脸孔，都有五六十，真的五六十。 这个修行正是时候了，不为感情所影响，不为欲望所所影响。你看这个时候不用功，你想想看，年轻人忙忙忙的，就是约会呀，一天的，对不对啊？每天我爱你呀、啊，你爱我啊，鬼刚弄来不这样啊？好不容易坐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啊。 有比十方虚空之中啊，风吹所起的一点微尘呢、啊，自渺小，极于幻妄，是有是无啊？我们生命就是，啊，像气若闲丝一样的呢，像风中之竹啊。为什么叫风烛残年？风烛残年，身体健健康康还好呢。哇，中风，你惨了！高血压的人可要注意，中风，哇，看你怎么办。 是不是？是太虚一法身广大，微尘一身身渺小。此身在法性空中，如草露风灯，是虽,虽然暂存了，终非啊永存了，故曰若存。有如幻世梦境啊，虽未即亡，终归灭亡。万法都是败坏之相，不管你干到总统，乃至国家主席。 干到皇帝，什么参谋总长，什么什么首富，台湾首富，皮尔盖茨盖茨皮尔，龙岗快了，你告别的西安尼无办法。哎，所以啊，你会看的话哈，其实我们真理就就哎、呃、就在小时候，小朋友就告诉你了啊，小朋友。 小朋友，你看小朋友的时候，他就讲出真理了。小朋友在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啊，这是不不行，不不行，不不喊！那个小朋友早就告诉你真理了。哥哥爸爸真伟大，你不不喊不不喊不不，你写在镜不上，小朋友就告诉你永远的真理啊！哎，你不要看给小朋友啊！阿哥去哪里？就是害人的，没得是没没得是没没得是害人害人诶！就是这手手印啊，没得是没是没得是没 哎，就、欸、是无啊！啊，诶、欸、诶、欸，小朋友讲你是咧去做啥物件？啊，就是无啊,啊！参禅学道就悟到这个，哇！就看活的不得了，看我，看唔知边哪讲诶！目睭金金嘛看我，目睭开开嘛看我，人欺负咱，咱嘛是看我，对不对？咱欺负人，咱就袂看我，咱袂使共欺负人。 啊，为什么诸恶莫作嘛啊？所以终归灭亡，故曰若亡。此则转出为信底下如湛巨海，留一浮欧起灭无从，了然自知。祸本妙心，常住不灭。哦，如湛巨海，这湛蓝的大海啊，就像太平洋这样子了。哎，冒出一个小水泡，留一浮欧 哦，oh, 就是小水泡哦，oh, 这大海里面呢、啊，因为空气啊，浮出一些小水泡，起灭无从。起的时候立刻就灭，灭的时候又另外一个起。六道轮回就这样，起灭无从，就是无根啊。嗯、一下子投胎天人，一下子做人，一下变畜生，别人家杀，一下下地，一下做恶鬼，起灭无从，悲哀了、啊。啊，现在可不一样了，认识真心以后呢，了然自知啊，惑本妙心，常住不灭。 哇，真是好啊！人人都可以成佛啊！向则物质此身坚实啊啊！以前呢、啊、不知道，哎，没有人告诉我们四大本空啊，这个色身啊，生命无常，不知道，没有一个不不是在执持实执着这个啊色身为坚实。今悟法性身，哦，原来这个色身不是真的。 是法性身，这智慧的身，涅槃的妙性才是真的我。如湛蓝澄清不动之巨海，身身如海中所流一副哦。啊，我们这个色身呢、啊，是本性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刹那之间的水泡。竖起速面，这本意是说，这个竖起速面本来意思就是狗走得很快啊，引申为快速短暂了、啊。 我们的生命啊，快速短暂啊，这个肉肉体啊，很快就会毁灭。其无所从来，灭无所从去。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乃属幻妄无常。此则转实为虚，了然具之,之。或本妙心，常住不灭者，此皆生当然，前序开悟之文，总标身心当然得爱 生即法性生，啊，了解说哦，空无所有。这个色身看起来认为是实，其实是虚虚的，是虚的，是不实在的。生即法性生，突然悟到真心在我们当下。生即法性生，心即妙明心，因悟法身妙心，所以故得荡然无碍。下则先续心荡然。 阿难以大众知之妙心，遍满十方，万法唯心，心包万法，彻悟一报，法法全真，后世生，荡然，因物法身广大，常住不灭。所以反观父母所生之身，如空中一尘，海中一鸥，是以节约了然知之。哦，原来如此！这个虚幻的色身，原来是我们湛蓝。 巨大的心性涌现出来的一个啊，色身，暂时的海中的小水泡而已。了然明白，先毫不昧，亲正实道，自知自信，不由他物也。或本妙心者，即得亲见本觉妙心。本觉妙心是本有法身，一向迷失，法身埋没在无印身中，今已开悟，亲见本来面目。水也，虽然也或。 技术本有，其实也没有惑，本来就有的，就是你有没有悟，有没有恢复你的本有，是非心得啊？没有佛性，我们再怎么修也是没有啊，就是有佛性才可以去体悟啊。如果本来没有，你怎么修也没有啊，对不对？你本性就这存在，你就悟哦，原来我的本性是存在的，我的智慧的法身是存在的，此生常无始终。 住无去来，无始无终，无去无来，则永劫不灭，故也常住不灭。此意眼前不灭不失无还三颗，即是迷梦科末。啊，清净本现本觉常住会四科一一非一年非自然性，容七大一一皆如来藏，本无生灭，住为妙开示，而持而成此物也。 正脉交光法师云：“今将于佛说之后，啊，俱赞之前，就是啊，啊，俱赞就是说俱诵赞叹佛，特详细持者正以是摄摩他，就是维密观照咯，啊，密奥观题啊，就是维密观照不生不灭这个本性为本修因，所以啊，为什么啊，如来藏性？” 那个那一张大页的，我说啊，A 加 B 加 C 等于啊，这个所论言大定是什么？第一个你要开始要懂得维密关照，维密关照啊，令行人以此着眼，盖通前三卷功夫，纤微揭露啊，此至妙至密之观体也。 两以众生常流转，前圣不究竟者，皆言未见此体，犹如身盲故也。啊，意思就是啊，眼睛啊看不到。行人若能依师所叙，心境一如，不犯思维，不犯思维是什么意思啊,啊？不要妄动，如如不动就对。记得，你就记得，静心空。 净智空，不要去除掉这个境界，你一定要修行，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心空净智空。不要妄想说我要把这个境界除掉。比如说，那个可恨的人一直现前，那个讨厌的人就一直现前，我一定要把你干掉。你错了，你错了。那、啊、你看这个有报道一篇，说这个老公啊。 这个老公啊，啊，讨了二奶小老婆。这个大娘啊，很不满，就派人去把她做掉，做掉。他、啊、认为神不知鬼不觉。后来慢慢慢慢措施，或者措施，查到了。他心想的不一样，他认为除掉二老婆，他这个老公会永远疼她，啊。 他是认为啊，我后半辈子可以幸福的跟我老公啊相爱过一辈子，结果这个动念结果弄错了，这个杀掉，慢慢慢慢的抽丝破茧，人家警方就是很有办法，就是减掉单位，从这个血迹啊慢慢查，机车的排位啊，到处都是监视器啊，然后一块一个奇块一个奇块。啊，办案的这个一个奇块一个奇块。就把它补起来哦。 大老婆涉嫌重大，搜索人家杀人，警方派人立刻抓人，抓到他家抓人的时候，他说：“你们怎么会知道是我我做的？你们怎么会知道？”这全部的证据全部都摆开来，啊，诸位，这个就是一念错，全盘皆输。 心境一如，不犯思维，啊，悟悟头头了然在目啊，魂是妙心自体啊，也不会仙毫功力。身心本来阔周沙戒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新开者，而不新开者谓之有也。当之本为一体啊，若与正因佛性即空如来藏，以一为真如，更无于物故。 若见了因，啊，即什么他秘密关照啊？这了因前面正因佛性啊，了因佛性啊，哎，原因佛性啊，这个都讲过了。以清净之心，非咒一思为故，啊，若更不必弥天过犯，则悉来之职啊，正法眼障，即此而已，就是叫你见性啊。但彼之入无分别。 由此方便分别，至此无分别处，其以归一也。诸位，现在师傅要讲一个修行的关键哦，你要注意听哦。修行用最快最快的最快的修行方法，就是这四个字：直入无分别处。修行就是最快，就像做喷射机直直接直接就可以到达佛的境地啊！直入无分别心，就是佛行处。你。 想要进入佛的领域吗？很简单，不困难。见一切相，总知道一切相空。哎，单刀直入，入无分无分别心，就见佛。哦，原来佛佛是生长的，生活在这种平等心性里面。入直入无分别心，就是平等心性，就是《金刚经》讲的世法平等，无有差别。 此由方便分别，至此无分别处，其归一。问：此事意境无疑啊？就是这一段已经讲完了。然色魔他未尽，为什么这一大段一大段这个色魔他啊修色魔他定还没有讲完呢、啊？讲到这个啊，课就更新，开采出来，又讲到七大，都是如来藏心啊。到这个不是已经讲完了吗？没有，后二藏未谈啊。 比喻是何意什么？摩他按照道理，一大段到这里应该结束，为什么不结束？或二障，作为二障就是不空如来障、空不空如来障。我们呢，前面呢就是叫你见到空如来藏。哎，后面讲的三如来藏通通有讲啊，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啊，都有谈。 哎，那么为什么到现在啊后二障到现在还没有谈到呢？彼是何意呢？意思就是摄摩他这一段应当谈完了吧？可是还没有，后面还有不空入来障、空不空入来障、二障还没有谈，到底是何意呢？答：唯密观照，此方了其密之。以体属未奥故也。这一段只有叫你讲见性啊。 后面呢、啊，还也不坏缘起呀、啊，要不然怎么会有山河大地呀、啊？你现在只悟到空啊，哎，如来藏啊，后来兼用。哎，诸位用就是不啊、呃、不空如来藏跟空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就是体，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就是相用。尽其精细，实属微之，以与浊分之。 应当一就是应当，酌就是斟酌啊，分支就是分开来讨论，一酌分支，应当斟酌分开来讨论。底下就是我们每天常常诵楞严咒的句诵，这个楞严咒就是结论结论这一段句诵，阿难。 战佛，啊，这战谢获益啊！啊，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与如来前说即战佛，此也是经家啊所叙。啊，礼谢标具得未曾有者，相所未物，今得妙物，是为细所未曾有。盖物有解物，啊，正物之不同，未有深位浅味之不等。 如阿难但解悟而已，是以人既出国之位，今及以所悟之力具战以否。妙赞总持不动尊，手弄阎王是西游。妙赞是法身，总持是报身，不动尊是应身。这妙赞总持不动尊，啊，不动尊，这个尊的上面写九界之啊，不动。 九界之尊就是佛的法身、报身、应身，是九界之尊。啊，这个是战佛的三德。首论阎王，这个是指法，上面是佛，底下首论阎王，这个是法。啊，什么是法？首论阎王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定佛的大定啊，是稀有。 世袭有只有佛讲得出来，哎，所以妙瞻是法身，总持是报身，不动是应身，尊是九界之尊。前面是战佛的三德，首论阎王是法，所以战佛赞叹法啊，首论言就是显示大定啊。前面这个是战佛三德，首论阎王世袭有是战佛的。 法定就是法，此战谢佛跟法上句战佛，下句上是字，啊下句就是首论阎王是稀有，上面四个字就是首论阎王是战法，下三个字啊是战佛法是稀有是战哎呀世间稀有的佛稀有的法，标记中只标战佛，以法是佛所证，意为佛所说。 标佛即可设法，阿难，经你所悟之理，即佛所证所说之法，乃依之而赞佛法。上句依佛所证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秘密之藏，言成法报应三生，赞佛三生，是为赞佛，乃顺序而赞，与诸家略有不同。妙赞赞佛法身，法身为诸法所依之离体。 在无情分中叫做法性，法性是毕竟空；在有情分中啊为佛性，佛性还是毕竟空。啊，即众生本有之佛性。诸位，所以内在的佛性毕竟空，跟法啊，跟外在的啊，叫做诸法，叫做法性；外面叫做法性，里面叫做佛性。佛性法性不二性，为什么都是毕竟空？ 啊！即众生本有之法性，妙觉湛然，遍周法界。众生在迷，法身埋没于无印山中。我佛因中悟持妙觉湛然之真心，即法身的以此自性清净法身，不生不灭为因地心，然后严惩果地修正，得正离垢妙极法身，是为成佛。经营微妙。 净法身，湛然应一切，故赞曰妙赞。总持，战佛报身，报身以智慧为身，此智即般若妙智，是般若的。人人本有佛影，大地众生各个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指般若的。众生迷此，全智成事。我佛音中不持，一如如理。 一如如智照如如理，回光返照，照彻心源，或近至远，转世称智得根本智。根本智就是毕竟空，正道空性啊，根本智。所以你要根本智，你就是要一定要什么都放得下，什什么都放不下，根本智得不到。哎，这就是自力啊，成自受用报身啊。 此智总持一切智，是为一切智之根本，一根本智，父啊父起厚德智，厚德智就是度众生用的，啊这个就是有，也就是说啊利益众生用的方便智，厚德智，成他受用报身，总持无量相好庄严，能能为众生作作外心之缘，故暂也总持不动。 战佛应身，应身乃应众生机所示现之身。观察众生，因以圣应身得度者，即现圣应身；因以烈应身得度者，即现烈应身；因以术神得度者，即现术神身。随机应现不动本，不动本际。不动本际，就是全部都是如来藏心在作用。所以有度众生，其实没有度。 普应十方，自在解脱，任应无碍，即以解脱的。如佛出说华言，以大叫不弃小鸡有是双垂两项，两项就是报身跟应化身了、啊。不动即常，就是法身了、啊。啊，法身是不动的。啊，那为了度大根的用报身，为了度小根的应化身。啊，我们众生就是用这个应化身，所以你会看到佛的丈六金身。 他就是用这个应化身，啊，不动即常就是法身，啊，法身来应化，啊，怎么样？用小根的来度小根的，所能看得到的世间摩尼佛，而有入院，现藏六身为无比丘说法，啊，故赞曰：不动，不动是应身呐、啊。此以三德和三身。 啊！此以三德三生合事？以佛正三德成三生故，故以赞之。诸位，请翻开表解五十五页，五十五页，表解五十五页，中间，中间，阿难赞佛句。 妙湛就是法身，总持就是报身，不动就是应身。所论言，啊，中国话叫做一切事就近坚固啊。所论言在左边啊。妙湛，注意看妙湛，法身、诸法所依之体，有佛性、法性之别。总持是报身，圆满果结之体，啊，以智慧为身，不动。 应身有善应、劣应之分，一生不动而普应。其实三身就是一生，一生等同三身，所以啊，这个我们呢、啊，三身呢、啊、其实就是一生，一生就是三身，不可分别。三德啊，就看底下妙湛法身就是法身德，种子报身就是般若德。 不动应生就是谢多的三德的法身，法身德是体大，般若德是相大，啊，谢多德叫做用大。有的人念解脱德，法身德体大是藏真实，藏真实就是常住不变。般若德相大通真实，就是、周遍法界，所以佛到哪里所显现的相。 都是无量之庄严。波若德是用是圆真实，对，圆融无碍，圆融无碍啊！这所能言，这一切事就近兼顾。好，诸位看啊，回来五百二十三页，五百二十三页。 此以三德三生合世，以佛证三德成三生，故以战之。啊，表姐已经解释过了。尊者由佛从因克果，无助烦恼究竟即灭，二时永亡。啊，分段还有变异，这个以前无助烦恼这个在就讲过好几次了。啊，福慧两足九界称尊，为世间六凡。 初是三圣之所共中故，所任阎王及阿难所请世尊所证所说之法，阿难起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之定。前面说妙奢摩他，诸位那一张大张的妙奢摩他就是标 A 大 A 啊，三摩在那一张表格大表格就标 B 呀、啊，禅那在那一张表格就是标 C 呀、啊。 啊！妙色摩他加三摩加禅诺，乃是定的别名。现在合起来，佛告一有三摩体，名大佛顶首楞严王，这个就是大定啊，即三定之总名啊。所以说，妙色摩他加三摩加禅那，就是首楞严王大定。哎，这个意思就是妙色摩他定、三摩的定、禅那的定还不究竟。 要什么定？才究竟有佛的定。首楞严王大定，以三定之总名，皆以总名称呃赞之啊。首楞严意为一切事究竟坚固。佛证之究竟坚固之定，前说四颗七大一切事相之法，一一会归如来藏性，本不动摇，本不生灭，自性天然妙定，即以首楞严定也。 此定为定中之王，能统百千三昧。阿难闻此悟之，故以所悟之定名赞之。是西游三字双赞佛法，难逢难遇，如法华经云：诸佛出一世，贤缘直难啊，直一难。贤缘就是久远劫，久远劫要碰到是非常困难的，不要说碰到佛了。 你就碰到今天呢、啊，师傅在江西讲楞严呢，你肯啊，坐在前面呢、啊，都很难。这个一年都很难。正是出一是，说是法复难，啊，正是佛出在出现在这个世间呢，说这个大法楞严大法究竟意啊，很难的、啊。譬如油昙花时时乃一现。 当然，这是法经《法华经》，《法华经》我们也用台语讲过了啊。这个这一段呢、啊，我们看过，岂非是所稀有也？就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或法身啊！消我一劫颠倒想，就是顿破前迷了，刹那之间顿破前面的迷茫了。 啊！不立生起与或法生，就是测见自性啊，就是测见自性啊。为什么啊？或法生、法生就是法生自性了、啊。不立生起，不必经过九眼劫的悟了，就刹那之间嘛。所以六祖讲的：悟则刹那间呢，迷则成点结啊。迷的话，阿生其解，悟的话，就刹那之间。此名所获之意，上句断妄意。 断妄心而受益，下句是明真理、明真心而受益。哎，断妄、明义，其实都受益。消则消除一节即无量劫非局定数。颠倒相则迷真认妄，执妄为真，真妄颠倒，迷心在身内，或法在心外，身心万法各有自体。 妄认身心为实我，万法为实法，我法二执颠倒重重固，故弊故弊就是固执不通啊，将本有法身迷不至之，则非思是思。若一旦开悟清净本来面目，则无德为德。今闻如来循循善诱，破眼影之非心，指根踪之佛性，十方正是二见翻显。 对，二见就是同分望见、别业望见，翻过来，彻底通通是本性的东西。二见翻显呐、啊，更会是颗因入触界，即望即真，望心当体即空，就是真性，复融七大全相全性，相望性真啊，将本有法身和盘托出，如银开见日啊。 冰化为水，一结颠倒妄想，一旦消除矣。而此消除之功，亦由如来微妙开示，二由阿难悟明心性。汝若不悟真心，安得消除万祸，不利生其祸法生者，犯以阿生其劫。此因无数劫。诸位啊，不必讲无数劫，只要你没有听到佛法，不是无数劫。 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那是无央数劫。你碰到佛法，在经典里面讲，没有办法止息轮回，这是佛在经典讲的。除非佛出世，佛没有出世，众生的轮回、造作恶业的轮回，这种生命意识性绝对摆脱不了。 也就是没有办法停止轮回的痛苦，所以佛恩难报啊。因此，我们今天呢、啊，告诉你，今天你在佛门，你这样子的牺牲，你这样用功投注，值得。所以，师傅常常告诉这些正信、正知、正见的佛弟子，正法是可以用生命投资的。一般的投资是用金钱的、啊。 一般的投注是用金钱的、啊，啊，是做世间的生意啊，就是投注，这是用金钱投资啊，佛法不是，佛法是用生命投注的，而且绝对不会后悔，为什么值得吧？让开采法身慧命，怎么会不好呢？能够救度苦难的众生呢、啊，怎么会不好呢？啊，所以佛在阿含经里面讲，善播真理者是至善。 其实最了不起的善事，就是散播佛法的真理。其实，《阿含经》佛祖是这样讲的：啊，为什么救人家的烦恼？讲真理、散播真理的人，这个是最高尚的真理，最高尚的人。哎，所以大家要把正法弘传出去。此因无数劫结者结波，乃常时分。啊，破沙论。 《菩萨论》是唐玄奘翻译的，这个本论呢，乃是注释印度啊加多眼尼子之《阿比达摩发智论》。这个啊，印度的加多眼尼子，这个加是释迦牟尼佛的加，多是三多路的多，眼是是行中间三点，啊，我们道路的行人中间破开来点三点的眼，尼就比丘尼的尼，侄儿子的子。 啊，这就是啊，加多眼尼子之阿比《阿毗达摩发智论》，阿毗达摩发智论，开发智慧了、啊，叫做发智论。广明法义，也备列诸种义说，诸种义说啊，种种不同的说，叫诸种义说。这个是布派佛教啊，教理之极大成者，这是布派佛教教理之极大成。啊，这是师父这里的资料。 再念一遍《唐玄奘翻译的本论·菩萨论》啊，本论乃注视印度加多眼尼子之《阿毗达摩发智论》广，广明法义，被列准备的被列出的列，被列诸种义说，种种义说啊，为部派佛教教理之集大成者。这个就《菩萨论》云。 三七修六度，百劫众相好因。这三七修六度恨，百劫众相好因。三七修六度恨，六度就是不思慈戒人入精进禅定波的啊。百劫众相好因，诸位，佛陀呀，你看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无量的报身啊尤其报身啊无量相好，怎么来的？ 就是百劫修来的，然后获得五分法身了、啊、所以在座诸位啊，貌相庄严的人也是修很久的，尤其是像像佛的相啊、相貌啊、大丈夫相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像百劫众相好因呢、啊，所以你的貌相好，那绝对不是今生今世的，那是无量劫修来的啊。 回师六年，地前立一升级，出地至七地满二生级，啊，升起，就一大二升级节了。出地前经一大二升级节，出地到七地满第二大二升级节，八地至等节，是三大二升级节，然后就近法身。经阿难自序，不必经历三大二升级劫以获法身，以为。 自意之端，自意有三：以及菩萨为事，全胜不了之意；已经大圣原始之子。啊，就实啊，执着菩萨为事啊，全胜不了之意。现在怀疑大圣原始之子。二阿难，西出细货啊，这个细货就是阿难正出国的断剑货了。是货就是指。 啊，私系或是指私货，还有界外无名，这两种货还没有断。阿难只有正出国，正出国就是断界货。啊，那个系货就是指私货，还有界外无名还没有破。早登妙觉，是未获法身之名正。三阿难仍即出国，至如来说定已尽，方得尽位于恶果，何得既云不利于生其获法身也？ 以至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五百二十五，金特详释：第一，当就获治。惑的，或者得,得也有悟得、正德之不同。阿难，烦恼障重，所知障轻，况以发大心，以求佛定。佛为重重开示，直至本有真心，以为菩提正因。此心不生灭，不动摇，即人人本具清净法身。 系被颠倒妄想之所覆盖，现在道降已消，如云开，自当见日，则亲见本有佛性，而因物惑法生者，何过？哎，就讲得过去了，哎，没有什么过错了。第二，当就前时教书，前教跟实教是有不同的，前教多重视项必假修成，实教。 就是种性具，就是你本性本来就具足的。性具就是一定要悟啊，哎，贵在了悟啊。为物之先，法身本质原成，缘起经云：一切众生本成佛道，倘能一念回光，变同本德；但离妄言，即如如佛。诸位，修行的关键在哪里？离妄言，那三个字。什么叫离妄言？只要是缘起的，要放下。 只要是生命的要放下，只要是执着的就错，不管你有多大修行。只要着相的就错，就不能离眼。是但离妄言即如如佛，岂同权见之教？必立升起方获法身也。第三，当就原始教旨，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此如正脉书教光法师引。 当元教教职，则行部不爱元农。诸位，行部不爱元农是什么意思？行部就是次第，啊，所有的次第不爱当体即空就是元农。所有的元农不爱次第，次第就是元农，元农就是次第。哎，行部就是次第。这第三当就元是教职。 行不不爱言龙，言龙不爱行部，此如正脉书。教光法师言：按原教教旨，则行不不爱言龙，所以虽未及断惑就净，不妨前惑发生。全体击佛，如前面开示，迷信于色身之中者，即名为性颠倒；之后开悟，见习你太息之外者，岂不好为正偏之灾？正偏之即成正解，而惑发生矣。然则之现果。 而不喜阿难或法身者，十子之甚也。这是站在啊这个一个元龙的角度说，哎，颠倒误了就不颠倒，就是正偏执。有元龙不爱行布啊，所以虽然啊获得全或法身呢，不妨更除细或，就是习气还没断呢，啊。哎 更利诸国，更更成就净保王也。Yeah. 此经后也，后云：理则顿悟，趁悟并消；是非顿除，因次递进。哎，你可以顿悟啊，借着这个悟的力量消除一切烦恼啊。但是呢，事就是习气呀、啊，习气呀、啊、没有办法顿除啊。这个事项就是习气啊，没办法顿除。 因次第尽呢、啊，可谓名正理罗氏之虽，气候这气候就在后面了，更立升起这个九眼劫啊，以成就进佛果，以成就进佛果，当也以此不利，不利升起啊之前，当也是跟不利之前呢、啊，先后发生了不相爱也。翻过来，何况五百二十六。 何况，啊、呃，缘顿悟后之修，所以言教，哎、呃，顿悟后之修，为什么顿悟后要修？修就是把习气修掉。这你知道说，说啊，这个梨本身是不要贪呢、啊，可是看到好吃的还会多吃两口，就是习气、啊。 哎，你知道说，哎，设计师工看到漂亮的，哎，多看两眼，是，你当然不会去侵犯，当然，哎，多看两眼，哎，就是，看到哦，这个名牌，你不会去贪，哎，多停留两眼，多停留一下子，哎，我知道我没有能力买，也不会买，也不会贪，可是看到名牌的，嗯，走过去，不是是的嘛，呵,呵。 这衣服看一看，拿起来比一下，嗯，这样也好，过过瘾啊！就是这,这习气难断啊，啊，习气啊，啊，底下啊，这这念念是佛啊？什么叫做念念是佛呢？啊，每一个念头当起即空啊，就是真如，就是如来藏心，其实就是佛。水尽通尽断通货这通。 三圣共断之，叫做通货；菩萨别断之，叫做别货啊。三圣、小圣、中圣、大圣共同断的货，叫做通货。这虽尽断通货啊，三圣共同断的，也跟前进修者日节也相悖啊。前教是拼了老命要修行，可是修了。 好几劫都不能成就，因为用意识心在拼啊。至于助后，助后就是初助位以后了，初助位以后就大开眼界了啊。在这个圆教里面呢、啊，初助即破无明见法身，初助就是见性的人了。哎、啊，在圆教里面，初助就是见性，进入无分别智啊，断别惑。这个别惑是对前面通惑讲的啊，三圣共同断的。 就是通货，哎、呃，这个别别或就菩萨的维系个别之祸叫做别祸。啊，一切一生有缘旷劫之国者，如是之虽未其啊，且更不利乎生其也无碍也。若更其焉，促焉就是长，促就是短，时间的长短啊。如果说我们把它回归依恋。 啊，更其远处同时，长时间在一念，短时间仍然在刹那，这<对>生死一瞬间，迷雾也是一瞬间，啊，解脱束缚还是一瞬间。站在这个角度来讲，远处同时，这选举，无量劫就是一念。这在《华严经》啊，啊，《华严经》我们讲过，啊，讲讲了一，啊，差不多。 四十片的啊 DVD 左右啊，整理出来多少还不知道了哈。若跟其言处同时，啊，无量劫处就是一念一念间啊，这是华严的贤子，也不可以长短基于意思，就是说啊，看个人的志气呀。作为有志气的人修行就在刹那之间。 没志气的人修行，no no 啊！啊，今天来听一听，受益一点。嗯，回去啊，放这嗯，师傅叫他念念佛哈。师、哦、傅讲了，念咒拿起来念两声佛就搁着。哎，再来今天啊，《楞严经》啊，带来再听两两句。嗯，不错。嗯，坐着回去又忘了，连课本都懒得带回去。嗯，下次来又拿错了。 哎，就等你算啊算啊算啊算！一按算没、啊、修八千万劫的了，他一直要拼那个百千万劫的了。啊，我们不是，我们是拼尽这一辈子就要让他大成就的。啊，演出同时嘛，百千万劫就在一念。为什么我不这一念不把它悟呢？为什么要拖泥带水呢？现在悟了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就马上就受益吗？啊，所以说、啊、修行啊，还要看志气啊。 哎，志气啊，你这个人有志气，不在口念，贵在心行啊。六祖讲了：“般若贵乎心行，不在口念呐、啊。”那个般若心呢、啊，是在心呢、啊，下功夫啊，真的无所住啊。心行不在口念呐那个般若心呢是在心呢下功夫啊真的无所住啊心行不在口念啊，嘴巴一直讲，我有般若智慧，我有般若智慧，那讲那个没有用啊。贵在心行啊，不在口念。二暂谢或意境啊。 啊，五百二十六页，发广大心，愿今得果成宝王，环度如是横沙众，将持身心奉承差。 是则名为报佛恩，啊，这个发广大心就是愿今得果成宝王，就是上求佛果啊，还度如是恒沙众，就是下化众生，将此身心奉承刹，这个持啊，就是智还有悲。 将这个智跟悲二心呢、啊，哎、呃，僵持身心奉承刹，就是回向法界的意思。啊、呃，成差，成就是无量，哎、呃，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叫做成差。啊、呃，意思就是有像微尘这么多的。 三千大千世界叫做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佛弟子一定要懂得报恩了，这知恩一定要报恩了、啊。既然我们这这一辈子能够听闻到正法，这个都是佛陀无量亿劫来牺牲生命、自觉自物啊，才有这样的智慧。我们今天呢，捡便宜。 由佛陀的开始，我们很容易就进入佛的解脱的境界，是怎么来的？就感恩佛陀，感恩佛陀。我今天说法也是用感恩的心，在感恩，在说法，因为佛太伟大，啊！阿难既悟佛法身，自知成佛有份。 故发愿成佛度生，报佛开示之恩深恩。今日对前说，前面勿惑法身，但是离法身，今一一勿起修，既得究竟法身，故发愿至今以往精进修修持，早得菩提佛果，成就宝王，宝王即佛宝法王。 以法自在也，此句乃应智上求佛道以自利，下句乃应悲下度众生以利他。还自己表示不但自利，还要利他，度脱如是含河杀数之众生，将此身心奉承差，是者名为报佛恩者。此字是指自跟悲恶心，将此身心四个字啊，将此身这四个字双运。 智跟悲恶性，而素为身心素啊，就是把它合起来，哎，就是智心加悲心合起来讲，叫做身心的意思。而素为身心，就是把它合起来解释，哦，叫做身心，意思就是身心是一个名词，但是它包括了智还有悲，就是这个意思。五百二十七。 愿将此身心回复十方微尘差土，诸佛众生依佛之长随受学，以求慧主，啊，求这个智慧；余生之广行济度以求福主，啊，庄严成佛国度，是则名为报答我佛。诸位，你要这辈子两种求：一个要求慧，一个你要求福。 所以说，只要你碰到有一年善事的要去做，如果你有一年在道场里面是正法的邪邪教的道场，那个不在你此内，是真正堪为你种福田的正法的道场，那么来这里领一个工作，那个可好？这个福报可大，因为它是正法。那也是洗个碗啊，扫个厕所都不得了。 对，因为他护持正法了而是修复，不用钱。那这里扫扫厕所、啊，把厕所弄通了啊！这里啊，厨房啊，法会帮,帮帮忙端个菜也不得了，因为他是正法的道场啊。那么秋会的话，那这一堂课都不能缺席，除非是哎呀，因为工作的关系呀、啊，啊，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分身啊，要不然的话，他每堂课都到，是不是啊？我在想说。 哦，那个每堂课都到的，要不要发一张证书给他，勉励一下？后面盖四会立，赞叹你，对吧？哎呀，哎呀，哇，全勤奖！哎，这个可以设计一下哈，全勤设计，每一堂课都到的，不生病的，没有倒下去的，没有请假的，从头经到尾的经是。 坚持的意思，哇、哦，这个要赞叹一下。发一张证书，啊，底下啊，这一求会主，一生之广行嫉妒，一求福主，能够帮助众生的，你就要去做。庄严成佛国度，是则名为报答我佛微妙开示之深恩。 讲到这个哈、啊，我要必须讲一个感应。我这一辈子有有一次、啊，这个比丘来啊，啊，比丘来来拜访师傅，他们就是讲到说说，哎，这个经典里面讲啊，虚空当中会出声音来赞叹《楞严经》。哎，师傅啊，你有什么感应吗？我说我是没什么感应，啊，很多人呢、啊、都有感应。 我说我的感应啊，虚空当中听到声音了、啊、只有一次。有一次啊，爸爸死亡，要回台北，回台北之前呢、啊、就这样，也不是睡觉，就是躺下了还没睡觉，啊，哩哩哩哩呢就是，还没有睡着，绝对不是在做梦，啊，耳朵里面的有人跟你讲话，护法龙天在讲话，就说。 哦，慧理法师啊，你这一今生今世做的功德很大很大，你可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四岁。哇呀、哎，哇家伙，我在听都拢袂欢喜啊！那你看啊、哦，那个还还不是醒过来，根本就没有睡觉，那个耳朵讲得多清楚啊，说哦，可能我们这辈子啊发大心呐、啊，坚持弘扬正法。 推广正法，牺牲小我来完成无量无边众生的法身慧命，是有这样的心呐、啊！也这样子在做啦，啊！我们也没有说求感应，因为我们早就了达空性的思想，怎么去求这个感应？不会的，来到耳朵。哇，这讲的很清楚啊！这这一辈子只有虚空当中讲出这个声音，就是听到那一次，而且绝对不是做梦。护法龙天在告诉你呢。 啊，所以这个这个感应啊，啊，不是赞叹我自己，就是拿这个来鼓励大家，哦，来鼓励大家。佛菩萨是从来没有遗弃任何众生的，只要你真的发心，那个佛心众生就相气相应的时候，都不得了。啊，所以啊，讲堂里面的那法师啊，默默的在做，我真的很赞叹。 真的很赞叹，金精点点的走，那个其实不用讲，脸都看得出来。真的，哎，就是从来就脚踏实地的，也不偷懒的，的的啊，就真的显龙个高义啊，金精点点的走，连师傅都看得出来。啊，师傅的私下内心里面赞叹他，谁我很清楚，啊。 此句两句呀、啊，也就是四弘誓愿。首句也佛道无上誓愿成，坚设烦恼无尽誓愿断，以断尽烦恼方证菩提故。此句众生无边誓愿度，坚设法门无量誓愿学，以必达法门呢，方能度身故。五百二十七中间，佛请世尊为证明五浊二世四仙路。 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一次取你还。啊，父亲世尊为证明，就是请佛加倍了啊，请佛加倍了哈、啊，加倍，五浊二世是仙路，就是成就大愿呐，一定要想成就众生呐，五浊二世是仙路了。啊、嗯，这众生可不一样，众生得稍微改一下啊，众生是五欲乐境是仙路啊。 只要是享乐的，这绝对是跑第一的，不会的。哎，我们每天念的，对不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哎，那世间念的那黑道的，那不是这样念的。哎，诸恶皆作，众善不行。啊，当然，黑道的也有人做的善事啊，是默默的做了，也有了。啊，这个黑道有两种，一种是白道里面的黑道。 一种是黑道里面的白道，这两种。哎，白道里面的黑道就是的官当的很大，官当的很大，哎，可是他权力也很大，可是他干尽坏事，这个是利用他的权力呢，权力干尽坏事，叫做白道里面的黑道。可是大家又拿他没办法，叫做白道里面的黑道。一种是黑道里面的白道，哎，看起来呢穷凶恶极。 也有一些非法，可是很奇怪，他很肯帮助那些医院、孤儿院、养老院。他看到可怜的人，就真的会帮助他。他虽然哎，从这个赌场里面抽一些钱，但是他私下去帮助那些弱势团体也有，这个不能讲没有。所以这个就是黑道里面的白道，还真的每一个人通通有道嘞。 嗯，真的，这很难讲的。啊，如一众生未成佛，就是众生不净呢、啊；终不一次取泥洹，就是誓不成佛。哦，这个愿可不得了！是前句发愿度生呐、啊，是果后自结缘，然后结他。此句五浊世入是果前，至果前就是佛果，成就佛果前呐、啊，果就果后就成佛以后就是果后啊。 是不是啊？哎，啊，那么这果前呢、啊？啊，成佛啊，未未成佛之前，智未得度，先度人也，以愿力重，呃，愿重力为。所以夫清啊，夫妻啊，夫妇祈请世尊为作证明，实求持光加倍，令得不退，满是宏愿，五浊恶世,世，四心入者。 此居就苦也。五浊一结浊，犯于结波。此云十分结浊无别体，即下视浊交错。哎，所以结浊是以底下世浊来讲的。啊，以底下视浊交错，是其相也。时当简洁。人寿减至二万岁，众生俱相。 侍着即名结左啊，二见左，武力时为体，啊，这个使啊其实就是类似侍者在旁边呢、啊，老是啊你的影子就是侍者，哎，所以啊啊以前的这些啊皇帝旁边的太监呢、啊，哎。 皇帝台旁边旁边的太监，他常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是皇上的影子啊。因为他这个人呢，啊,啊，皇帝走到哪里，他就跟着在哪里。可是太监没有权利啊，我们是皇上的影子，就是太监了啊,啊。那么这个石啊，啊，就是等同侍奉在旁边。哎，你只要有这五粒石。 身见、边见、见取见、戒见、邪见，那你的苦恼啊，跑不掉的。这诸见赤盛，见就是分别心，后天的分别心。哎，所以所谓见惑是什么意思？见道所断之祸，见是替你断后天分别心的祸，叫做见祸。那么失货呢？失惑是断习气。哎，所以啊。 见惑断后天的分别心，失惑是断先天与生俱来的习气，叫做失惑，是诸见次圣啊，及其相也。无力使者，五种妄见，能使众生的造作诸恶诸业，能使众生的气辱生死，故名为死。而积微迅速，积微就是非常。 非彼无顿时，故名为力。啊，无顿时是后面贪嗔痴慢疑，无力时就速度快，速度快就是力，很快。第一也生见，二十四个小时，通通执着这个色身，无一时一刻没有我执，只身为我。世间人，全世界都这样。而其我身之间，妄生贪爱，不悟大假和中属无常。 二者边见，只有之空，不是只有就执空，就是边见。而且二边之见，一味偏执，不解见即偏，失乎中道。啊，三者戒其见，这个戒其见，意思就是持戒而执着自己持戒，就是戒其见。哎，认为自己持戒很有修行，外道有外道的持戒。 佛教佛教的持戒，但是遭一次戒，通通叫做戒其戒、啊。非因即因啊，而其我能持戒之见，诸修哎、呃、修诸苦苦恨，不悟真杀做饭，真杀做饭，重点在哪重点杀非犯因呐、啊，杀不是犯的因呐、啊，意思就是忘心忘事啊，不是成佛的因呐、啊。 成节难成啊！是则见其见，看什么都自以为自己是最殊胜的，叫做见其见。哎、嗯，见着，认为自己取着。我们现在所讲的，叫做致富啊，非音基因即因呢，不一样。他是持戒，认为自己认为很有持戒，这是见其见。见其见是只见解。 是指见解，说啊、哦，我这个见解是最殊胜的。哎，非国即国，而其自负所见之见，自负就是认同啊，狂妄啊，为正言正，不悟有漏戒中终非就竟啊。无者邪见，不无因果，而其邪外断常之见，邪外断见和常见，断见就是人死后什么都空，叫做断见，没有轮回。 佛法是骗人的，这个叫做断见。那常见呢、啊，就是哎，人的死了以后，下辈子还是做人呢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啊。哎，就是常见了、啊，常常做人呢、啊，啊，那谁做猪呢？嗯，这常见就很可怕了，哎，不晓得这是依业力而分配的，不是你想做人就可以做人的，做人要守五戒，要有人的这个规格啊。 啊，最基本的基本的五戒啊，是而且邪外邪见还有外道之见啊，断常二见，堕豁达空，豁达空就是没有因果的玩空啊，哎，你也不用做太太太多善事了，是没什么因果，做坏事也不怕了，杀人放火没什么因果，那都是骗人的，那是佛讲的啦，那我们不信佛的，哎，那你拿他没办法了。 不误杂毒人入心呐、啊，置误误人呐、啊，此五种望见呐、啊，昏昧古墨啊，浑浊智性啊，故名见浊。三烦恼浊，五钝使为体呀、啊，啊，三灾感召啊，及其相。三灾就是啊，火灾、水灾、风灾啊，是三灾啊，及其相也。五钝者。 五种妄心能使众生造诸恶业，能使众生欺入生死，故一名是啊。比前面五力啊稍微顿智，故名为顿。一者，哪几种心会让你烦恼？一贪心，你记得？哎，佛陀说无贪即清凉，你最近你体会的出来吗？不贪心的人内心就清凉，嗯、不该自己有的东西一毛钱都绝对不拿。 哎，但不能加句说要拿就拿多一点，这是不可以这样加的，自己加哦。哎，不是自己的东西一毛钱都不拿。哎，后面那句不能加下去。以顺境，以顺情敬善，起诸贪爱啊。二、呃、嗔心，哦，这个修行人要不得。以为情敬善，起出嗔心、嗔恨心，那就是。 修行的大障碍，而且是第一因，第一因呢，三者痴心呢，与中庸镜像非为非顺啊，也不是微静，也不是顺静。起诸痴迷，不能觉察，四者慢心；一诸众生心气较慢，不能谦顺。五者疑心，一诸善法心气一二啊，一二，这个二就是疑呀，哎，二心呢、啊？ 我们讲二心，二心不是不专一嘛？一、二就是不专了、啊，我们说一心呢、啊，就是专心呢、啊。啊，他的一二、二啊，就是嗯，怀疑呀、啊，不能接着，是五种妄心呢、啊，烦恼啊，烦动扰乱了、啊，混浊自性，故名烦恼浊。第四众生浊，然五阴、色,色、受、想、行、识，渐慢为体呀、啊，二名会称呢，及其相。 众生呢、啊，积聚五蕴为身，不知道啊，不净啊，苦空无常无我，故也难五因呢、啊，外身四大假合，属于色因；内心前五世啊，领受五成境界为受因啊。虽诸事皆有受啊，为五世受力偏强，故以主之啊，故以属之。六是想象前尘啊落些影子啊，就是想应。 虽诸事皆有想，唯六事想力最最甚，故意熟之。七事恒省思量，念念相信，如急雨流水，啊，千流不息即行音。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啊，虽诸事皆有诗为失，唯七事失利偏重，故意熟之。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事是以强大的功能方便分类，这句人要特别重视的。 所谓四，所谓第前五世，第六一世，第七世，第八一世是以世的功能强弱来分别。啊，前五世指沿外境最强，第六世以分别心最强，第七一世以横省思量势为最强，第八世啊，以含长种子的力道最强。所以，是以功能势的强弱方便分类。其实，第六一式分别当然还有还有执着啊。 哎、啊，第七意识的知足当然也很有分别、啊，第八意识当然也有知足也有分别、啊，可是就必须以事的强弱来分，第六意识、第七意识、第八意识，还有前五识，用功能来分。由于中间三音啊，三音，前面呢就是讲了色受想行识，三音就是指受音、想音、思音，啊，三心所。 色受想行识中间这受想识啊，三心所，善有四十八心所啊。那么收摄未尽，尽以四因分属八事。我们前面呢，啊，这受想行识这个行因就是湿因，啊，就是湿因。 在这里分配就是这样子，配受音，啊，响音、失音，啊，受音就是前五式，响音就是第六意识，失音就是第七意识，啊，就是这样配三心说。善有四十八心所，收摄未尽，今你四音分属八事，则心王心所摄无不尽。心所即摄诸事中，是摄在诸事中。 哎、嗯，那么八是支持的第八意思，支持息就是呼吸，暖就是温度，寿就是寿命，暖寿啊，这三一起一注视是在身中啊，哪有暖气啊，寿命未尽啊。是如果是如果离开这个色身，变身冷处，寿命断绝，支持此身不至善坏者。 就是四因，是为男五因。见慢果报者，见是痕迹主宰为见我，慢是恒生主宰为慢我。前世所作业因，今世所受果报，以为其体。